露胳膊露腿的夏天到了，想要把喜欢的衣服穿出最好的效果，离不开苗条均匀的身材。都说三分靠练，七分靠吃，每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定都知道，想要保持好的身材，饮食上离不开这三点。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，饮食清淡，营养均衡，多吃果蔬或是鲜榨果蔬汁。因为日常不规律的生活饮食习惯容易给身体带来大量的毒素，对于女人来说，毒素的堆积在脸上身体上，就会导致脸色暗沉，皮肤松弛，身材臃肿，整个人都失去了光彩。加拿大营养师莎拉汀莎拉曾说，人们只需每日饮用一杯新鲜榨取的果汁，即可轻松预防延缓慢性疾病的发生，同时还可以排毒养颜，减肥瘦身。之前看拜托了冰箱，我就注意到女艺人的冰箱中最多的就是水果和蔬菜，而用果汁机做果汁是女艺人们最爱的保养方法。李小璐的冰箱放满了百香果、橙子、柠檬，满满的都是维生素 C。 陈妍希的冰箱水果种类非常丰富，陈妍希本人更是坦言平常的饮食都是少糖少盐，更喜欢用水果代替晚餐。女星们存放这么多的果蔬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平常太忙，更喜欢榨汁喝，喝起来更快，吸收也会更好。然而说起来容易，喝果汁却不是每天都能坚持的事。大多人是选择最快的方法，去便利店饮料店买的鲜榨果汁，一杯鲜榨果汁十几到三四十元不等，价格普遍较高不说，那些并非自己亲手清洗制作的果汁，你真的放心吗？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100%纯果汁，所以夏天想喝健康新鲜的果汁，最好还是自己自制。之前我们推荐过一款插电的榨汁机，好评非常多，有粉丝买了反馈给我们说，好是很好，但是只能在家用，出门就不方便了。有没有一款可以不插电的榨汁机呢？在尝试了各种果汁机、榨汁机、破壁机之后，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德尔玛无线果汁杯，它连插电都不用，出门前把水果装好带走，想喝的时候按个十几秒就能有一杯新鲜果汁，真的太方便了。很多人入手了这个果汁杯后，每天早餐打卡都会配上一杯颜色鲜艳的蔬果汁，而且还能一周七天不冲浪，每天补充维生素 C， 皮肤气色好，人也特别精神。如果你也爱美享受，这个夏天一定少不了它。超方便的无线设计，在户外都能用这个果汁杯，真的超级方便。首先是无线设计，充电就能用，不用到处找插头，不再是只能在家里用，上班、逛街、运动健身都能随时榨果汁。而且现在的提供削皮服务的水果店越来越多，将它带在身上真的做到了随时可以喝果汁。既然能带出门，那就一定要轻，瓶身用的是婴儿奶瓶级的 PCTG 环保材质，这种材质非常轻，只有玻璃杯的五分之一重，差不多是一支唇膏的重量，整机只有 0.6 千克，大概和平时一把普通的折叠伞一样大，放包包里超级轻松，大包小包都能轻松放进去，而且抗压力很强，不会因为碰撞摔打而轻易破碎。而且它还有两种携带方式，不管你想榨果汁还是单纯想把果汁带着喝，直接换个杯带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方便自由。内置大容量锂电，充满电只需3个小时，用 USB 线就能充，一次能打6次左右，而且待机时间长达15天，不需要每次使用前充电，更方便了，10秒出纸，鲜榨现喝，完美保留蔬果纤维。普通的榨汁机每分钟转速会达到3万次以上，很容易就会让机器发热，导致果蔬营养流失。而这个无线果汁杯每分钟至多21000转分的转速，完好的保留了果蔬纤维，却不会有颗粒感，而且这样喝的口感更棒，而且也更健康，可以减少人体对糖分的吸收。立体乐业设计的304不锈钢刀头可以轻松破冰，只需要10秒就能榨出一杯果汁，速度够快，所以不容易氧化，喝进肚子的那一刻都是新鲜的，因为搅拌很充分，打的果汁和水完美融合，不会出现放久了就分层的情况，每一口都是很细腻浓郁，忍不住一下子喝光光。而且它不仅能榨果汁，连土豆泥、南瓜泥这些都能做，功能多多，
超安全的三机开启，不怕误触。特别要表扬的是，为了避免因为碰撞而误启动，他特意设计了三机安全开启，比起双机或单机更安全，也不怕小孩子不小心按到。同时还有压感启动系统，杯子拧紧了才能启动果汁杯，这样就不怕漏水了，用起来特别有安全感。杯体材质是婴儿奶瓶级的 PCTG 安全材质，不含双酚 A， 安全性获得了美国 FDA 认证。杯盖也是实用级 PP 材质，大人小孩都能安心用。而且瓶口采用了更方便直接的揭盖设计，小杯口不容易洒出，而且还有硅胶提手，柔软舒适，可拎可挂，超方便。去健身房带着，做完几组深蹲汗流浃背的时候，来一杯千层马上补充能量。而且这个杯嘴的设计，就连开车的时候也很方便饮用，一冲即净，不留残渣，超适合懒人。用大家用果汁杯时，最怕的就是清洗了吧。和普通的机器不同，这个果汁杯洗起来特别轻松，榨完果汁后只要往杯子加入清水，开机就能自动清洗了。每次喝完只需要倒一倒，冲一冲就干净了，清洗完全不费劲。只要用过一次，就开始嫌弃那些配件很多很难清洗的榨汁机了，细节一丝不苟。果汁杯界的颜值担当，从设计材质到细节，它都做得让人挑不出刺眼。四重防漏密封，硅胶防滑垫，每个地方都要做得一丝不苟。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，好用。还有它的颜值真的很高，这种浪漫温柔的樱花粉可不是随便就调出来的，多一点太骚亮，少一点太灰暗，只有这个暖暖的粉色刚刚好，平时上班上课健身都可以带着它出门，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元气满满，心情都变得很好。很多网友也在小红书上说，这款果汁杯真的好用，爱不释手。重点是这么棒的果汁杯也才100多而已，性价比超高，几杯奶茶的价格就能买到，真的很划算，方便好看又好用，强烈推荐给你们。粉丝专享价169个，进入商城购买，点一下就可进入。